Xavi, ¿cómo estás, mi hermano? Un placer estar acá. Todo bien. 李玉山呢？你的名字叫李玉山？你是中国人吗？不是，我是来自古巴，我的名字叫李玉山。啊，来自古巴的一位朋友啊，大家好吗？哎呦，很热情的一个古巴小伙儿。怎么会取名字叫李玉山呢？因为我姥爷是广东人。哦，姥爷是广东人。对，我姥爷是广东人。你是混血是吗？哎，我是四分之一的混血。四分之一。对对对。哎呦，这有意思了啊！好，那这位来自古巴的啊，中古混血的李玉山。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现在我妈妈在北京和我妹妹。哦。然后我妹妹从来没有去过广东。嗯。所以我的梦想是，如果我得到这个签的话，我要带我妹妹去广东看一看。哦，就是带妈妈去她妈妈爸爸的家乡去看一看，对，是不是？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意思吧？对对对。来，李玉山，加油，好吧？好好好，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李玉山，我们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好吗？好。第一扇门背后是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高兴什么呀？这首歌我练武术的时候，啊，我用这首，是。对，练武术的时候用这首歌。对，练太极的时候。太极啊，对。歌名叫做什么？叫《金花瓷》，周杰伦的《金花瓷》。呀！哎，来中国8年是吗？对，我来中文说的非常的好，继续加油啊！好，到底是不是青花瓷？马上验证一下就知道了，到底对不对呢？李玉山能否打开第一扇大门？让我们期待，开门，门大吉。苏培高乐朱熹花笔锋浓妆的用神描绘的牡丹，一如你主张，淡淡的香透过窗，其实我了然，宣纸上走笔字词各一半。幽舍渲染是泥土云被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了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夜雨，而我在等你，炊烟渺渺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说和你放牵潮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夜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王岩，我不是那挑事人啊，但我要是你，我受不了。有这样抢镜头的吗？我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歌，你好像啊。谢谢谢谢。好像好像周杰伦。他是周杰伦的表弟，是吗？啊，哇。对，我叫王岩。哇，来。李玉山，你真的喜欢周杰伦？对，我很喜欢周杰伦的歌。我能不能考考你啊？真喜欢假喜欢，马上就知道了。你还会唱周杰伦别的歌吗？我会，周杰伦真的会。对，很多歌，对。你们俩又要试一下。如果花都在世，重要都被抑制，外八来修汉字，就我们如一只马前的卷子穿帘子，还要帘子王家做古董，这其实我要面子，有我的方式改成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干不了的地铁是参加当官不去扣，参加当官不去扣，靠我前一把就要出现你的家啊，我把这浪浪没事浪浪没事浪没事浪浪浪浪没事浪。你跑哪去了你？李玉山，哎呦，不错啊！哎呦，对，谢谢，这恰恰说明李玉山他真的是个中国通，唱《本草纲纲目》居然拐到辣妹子去了，也说明这哥们儿看过春晚啊！谢谢，再次感谢王岩，谢谢李玉山，李玉山，
我要恭喜你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好，好，多才多艺的李玉山啊，我们期待他更多可爱的表现。第二扇门背后是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 ，Are you ready？ 来，准备，来，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请按响门铃。我等到，我发现他听歌的时候很特别，就别人都是这么安静的听，他是那种，没有，我敢说，我感觉这首歌，然后，你平常唱歌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新加新加，谁不会动脖子？你也来一个，你也来一个，来一个，你说这个吗？哇，这个有点难，这个难，哇。比我厉害太多了啊！告诉我，这会儿差不多歌名已经忘了。歌名是什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对。你知道这歌名是什么意思吗？上海语不知道，这上海语不知道。就是我等了太长时间了。你也别让我们等太长时间，好吧？然后这首是张学友。张学友的歌还行啊，还行。张学友的歌他也知道。来，到底是不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等到花也谢了。谢谢华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要恭喜李玉山，你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他就想让大家觉得我跳舞不如他。没有。好，那究竟是什么你对中国的歌曲有这么大的兴趣？因为我很喜欢唱中文歌，因为中国的歌很浪漫，非常非常的好听。我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身体里流了一些中国人的血。对，这样原因。对，你身上有中国人的血。一半古巴，一半中国人，四分之一的。对。所以你小时候你还记得你的姥爷？对，你的中国姥爷有没有给你唱过一些中国歌？对，他姥爷告诉我，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歌叫《美丽的哈瓦那》。哎呦，是这样的。这首歌你会不会唱？我会这样。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进屋，门前能开红花。真好，我觉得我看到我们现场观众席当中有一位大姐，还有几位朋友也在跟着唱。看来这个音乐是无国界的，而且音乐也能够做到加深两国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了，是不是？对。好的，李玉山，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好吗？好。第三扇大门背后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响门铃。自由的，自由的飞翔，自由的飞翔，打扰我心上。滴答滴答答，滴答啊，
滴滴答。这首歌的歌名叫《稀有飞翔》。稀有飞翔是什么意思？自由，自由飞翔，飞翔。这是谁唱的歌？飞缓专辑。自由飞翔到底对不对？我们期待开门大吉。给我们带来这首多么经典的《自由飞翔》，哟哟哟哟！你唱的好投入啊，你好开心。他是无时不刻都想往台上冲，我要刚没拉他，他就冲上去了。我跟你说，恭喜你获得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奖。来点新鲜的，知道吗？哎呀，我觉得他的朋友应该会特别的开心，跟他在一块儿，是不是？就是一个大活宝，每天在一块儿，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多的乐趣。咱们确实我很快乐一个人，然后很做朋友的一个人，很适合做朋友。对对对对，别把话说太满了，因为你的亲友团在第二现场呢，我们问问他们就知道了。啊，好好好，来连线第二现场。玉山啊，你刚刚唱的那首《西游飞翔》实在是太好听的嘞！西游飞翔。不过啊，今天我们这个第二现场真的是非常的养眼，来让大家看一下。哦，都是美女，是不是？大家好。介绍一下都是谁呀？我先介绍一下这两边的吧，因为那玉山的妈妈还有妹妹刚来中国，时间很短，所以说会说的中文很少。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你好。大家仔细看一下，妈妈啊，眉眼之间有一点中国人的感觉，是不是？是的。又像古巴人，又像中国人。好，那介绍完妈妈妹妹，我旁边这一位非常漂亮的，就是玉山的老婆，是我们中国的彝族姑娘。大家好，我是吉谷一卓。玉山，你要加油啊！好好好好，哎，不加油怎么办？他会的。要是今天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走怎么办？小尼，不要给太多压力。哎，你会不会罚他？你会不会罚他？嗯，看最后拿到多少吧。如果没有的话，再说吧。哎，你们今天放了狠话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3年。三年了。嗯。我觉得同一个国家的人啊，结为夫妻，多少家里都会有矛盾，更何况两种文化、两个地域的人结合在一块儿，会有很多的那个文化的反差。所以你们在家里。偶尔会吵架吗？有时候会吵架。有时候会吵架。但如果吵架的时候，我给他唱歌。对。什么？对，如果我。他跟你吵架，你给他唱歌。对。你给他唱什么歌？我唱《我的心里就有你》。没有他。就是这首歌是吗？哎，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安抚你的老婆，还是你们那儿吵架就这么吵的呀？
不是，我时候在吵架的时候，我你不喜欢吵架，我不喜欢，所以你希望能够平复一下他的内心。对，哎，但是我觉得中国女孩我很难去想象啊，你在吵得正凶的时候，你对面这个人什么都不听，他唱开了，你是不是更着急了呀？咱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有些不一样，他吵架他很快就会好。哦，你呢？我看情况，看什么事儿，看怎么。简单的说，他就有点那没心没肺那意思，是吧？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对。而且两个人啊，不仅是有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更何况我们的您的媳妇儿还是一位彝族姑娘，少数民族女孩。哎，对，少数民族有很多习俗，哎，婷婷。在我们老家，可能在彝族地区的话，彝族和古巴的通婚。我们所知道是第一例，第一次啊，是。家里当时有反对的吗？有。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会有一些不理解，就觉得应该找一个中国人，或者是找咱们彝族自己的人。本族的，对本族。那你们是怎么说服他们的？时间长了以后，家里人看到我们两人在一块儿都挺认真，嗯，然后他也是挺真诚、挺实在的一个小伙子。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婆婆就在身边，但是她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啊。就是你可以如实回答，反正她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就是婆婆对你好吗？很好。他们也很体贴，在家里边就那个会帮你做一些家事儿，啊，还帮你做家务呢。真的？哎，你给那女主持人找个古巴男朋友怎么样？我觉得哎，可以，对。啊，对，能不能让那古巴男生？这个咱倒插门，别把他嫁到古巴去，不然我没对。我刚刚没说呢，我刚刚还问咱们姑娘，我说你看你一下嫁到古巴去，你家里会不会很心疼啊？她说不会呀，因为她倒插门。你知道什么叫倒插门吗？不，差不多，但还不对。倒插门指的是中国最优秀的女婿，那叫倒插门。哎，这个解释太好了。好的，我们继续，好不好？好，接下来是第四扇大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下门铃。叫夏吉达，嫁给了夏吉达，夏吉达，他的名字叫夏吉达，嫁给谁了？不是，嫁给谁？这首歌叫《哇嘎哇嘎》，人说歌名还带动作呢，哇嘎哇嘎，对，很自信的样子，对，我们来验证一下啊，好，到底是不是哇嘎哇嘎呢？让我们期待，开门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艾伦把这首哇咔哇咔带给我们，非常好听一首歌曲，舞蹈也跳得非常的棒，谢谢，好美。哇咔哇咔，我们中文翻译成非洲时刻，所以在这里要恭喜李玉山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5000元到手了，接下来怎么办？走不走？不走。第五扇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响门铃。
这会儿了，他还能？这一首有一点难。那里，我的梦里，我的惊喜，我的歌声。啊，提到了，我提到了，这个憋半天憋出来了。不，我还怕说错。啊，歌名叫做《我的歌声里》。是。还没说对呢，我的，你确定吗？好像是这样，歌名叫做我的歌声里，我的歌声里，好，不对，到底对不对啊？我们来看看，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送给他，谢谢。一首《我的歌声里》让李玉山获得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李玉山，状态越来越好了，10000元已经到手了。好，你的家庭梦想是带着妈妈还有她的妹妹去他们老爷的故里去广东看一看，是吗？对对。怎么办？继续走还是见好就收？怎么办？我问你媳妇儿。对对，我问要问问我们李玉山的爱人意见，到底要不要往前走？连线第二现场。这么大一个麻烦扔给我，这个问题很难。我问你妈妈好不好？我问我的上级。哦哟，这还有几点呢？妈妈说不要让他太贪心，让他见好就收。但我觉得听妈妈的，不要太贪心。不用求助了，你求助热线就浪费了，是吗？怕我也猜不到。对，因为我妈妈和妹妹他们不会中文歌。但你的老婆，你没有信心吗？对，我信心，但是。他们有一点担心，我去了一万元够了，去广东够了。我去了够了。确定放弃了吗？我去了够了吧，够了。老婆和妈妈都这么说了，你也没问题。对，错了。好，下一首歌特别简单，特别简单。所以李玉山在这里已经见好就收了，所以我们就恭喜你获得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吧。谢谢。要感谢正栋粮仓王老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李玉山，我刚才说了，你放弃的第六扇门，其实这首歌很简单，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相信对你的老婆来说绝对没有难度。什么歌啊？想不想知道这什么歌？想知道。想知道吗？嗯。放弃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听一下好不好？好，来，我们想不想听一下？来，请听。
谢谢钟山，这首歌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对不对？如果让你们猜，你们能听出来吗？变成门铃就不一定了。我们来问一下第二现场的媳妇儿后不后悔啊？来，马上连线第二现场。怎么样，后悔吗？对对，这个歌我知道是爱的奉献，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老人家的意思。妈妈说，别贪心就别贪心，太好了。哎，我觉得李玉山的妈妈不仅是一个好婆婆，李玉山的老婆更是一个好儿媳妇儿，是不是？嫁给古巴的男孩子，给我们中国的儿媳妇儿争光了。是的。好，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李玉山。谢谢，谢谢小丽，谢谢。中国和古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好吗？好，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大家。